神师手中剑，神童身上圈，是什么意思？你猜得到吗？超贤神童真是幸福，热血神师们一刀一剑打造，带着小提琴出游，处处皆舞台。长琴同团超厉害，好好听。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，往事又掠过我心头，犹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眼儿也朦胧，连手机都怕热，就知道神童们多厉害了。一起玩音乐最好玩，有人来啰，哈啰哈啰哈啰，这是聪伟和佩文老师，好香的咖啡，这是小朋友的女神黑妞老师，你在看我吗？可以再靠近一点。不要以为神师只会拉琴哟，希望神童们喜欢，下次再一起带乐器出游哦。